位小朋友好，我是珍珍老师。今天小朋友要跟珍珍老师一起上注音课哦。小朋友，我们上课吧。请小朋友拿出这两本课本，啵啵么大口袋五，还有写字本。小朋友，你知道这一个注音符号怎么念吗？让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啊现在呀，珍珍老师邀请小朋友竖起你的耳朵，让我们一起听听看，啊在哪里？这里有一，还有二。小朋友，你觉得啊藏在哪一张卡片的下面呢？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个，他念啊啊；第二个，他念哦哦。小朋友，啊躲在哪里？答对了，啊躲在一号卡片的下面。接下来，这里有三张卡片。第一个，它是乌乌；第二个，它是啊啊。第三个，它是 O O。 请问啊躲在哪里呢？答对了，啊躲在二号卡片的下面。接下来，这里有两张很大的卡片，小朋友，请你认真听看看，啊躲在哪里？第一个，它是妈妈；第二个，它是摸摸。小朋友，你知道啊躲在一号还是二号吗？啊躲在一号的么啊妈这里。小朋友，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这里有三张卡片，小朋友，请你认真听看看哦。第一个，摸摸；第二个，妈妈；第三个，摸摸。小朋友，请问啊躲在哪里？啊躲在二号的卡片下面。小朋友，你有没有猜对呀？刚
刚才我们练习的这一个注音符号是啊啊啊，不要忘记念啊的时候嘴巴要张大。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练习的第二个注音符号，小朋友你们知道这要怎么念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么么，没错，这一个字念作么么。如果我们把么跟啊连在一起，要怎么念呢？它会念成么啊妈妈。小朋友，这样子会不会？现在请小朋友拿出我们的啵啵么大口袋五，请小朋友翻开第二页还有第三页。今天我们要上的是注音课，所以请你先看课本下面的注音。这里是我们刚才练习过的么还有啊。小朋友在家里，请你也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练习么跟啊这两个注音符号。现在我要请小朋友看旁边的这个地方，拼一拼，读一读。哦，小朋友看到了吗？珍珍老师圈起来的地方，它有四个么啊妈，但是它们有一些地方不一样。是哪里不一样呢？珍珍老师今天要用钢琴跟小朋友一起认识声调。钢琴可以弹出不一样的声音，还可以弹出好听的音乐哦。现在珍珍老师就要用钢琴让小朋友知道这四个拼音它们有哪里不一样。第一个，这一个拼音，请小朋友跟我一起念：妈妈。妈，妈，它是一声。接下来这一个，它是二声哦。二声是怎么样的呢？小朋友，请你跟我一起念：麻
马，马，马，这是二声。接下来，如果你看到一个打勾，它念作三声。小朋友，请你跟我念一次，马，马，马。马，这是三声。最后一个，它是四声。小朋友，请你跟我念一次，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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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声哦。这四个字，我们再来念一次吧。妈，马，马，骂。现在我们已经会妈、马、马、骂。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图片吧。第一个，妈，妈妈，妈妈，妈妈就是把你生出来，照顾你长大，最爱你的人是你的妈妈。接下来，麻，麻雀，麻雀，麻雀是一种可爱的小鸟，它最喜欢吃小昆虫，还有吃稻米。马，马，这是斑马。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斑马呢？骂，责骂，责骂就是如果你做错事情了，你的妈妈或老师会很大声的告诉你，这叫做责骂。好啦，今天我们学了注音符号么，还有啊，么跟啊拼在一起会变成妈，还有我们还上了妈，妈妈，麻，麻雀，马，斑马，骂，责骂。小朋友，请你要把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记起来哦。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功课。今天我们的功课是这一本写字本，请小朋友翻开写字本的第二页、第三页，
就是今天你在家里要写的功课哦。请把功课写完，拍照给珍珍老师检查，加油！看了这么久的影片，我们又要来帮眼睛按摩啦，请小朋友跟着我们的护眼操一起帮眼睛按摩吧。Hello，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帮眼睛按摩吧。伸出你的大拇指，比个赞，把你的大拇指反过来，闭上眼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二个动作，伸出食指，放在鼻子旁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个动作，伸出食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四个动作，伸出食指弯勾勾，放在眉毛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五个动作，一样，伸出食指，在头的旁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们再来做一次。第一个动作，伸出你的大拇指，比个赞，把你的大拇指反过来，闭上眼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二个动作，伸出食指，放在鼻子旁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个动作，伸出食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四个动作，伸出食指弯勾勾，放在眉毛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五个动作。一样，伸出食指，在头的旁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谢谢小朋友，要记得让眼睛多休息，保护你的眼睛哦。拜拜。今天的课上完了，谢谢小朋友。小朋友在家里不要忘记多多练习注音符号，你的中文才会更进步哦。小朋友，拜拜。